湖畔的热浪，涌动着希望。怎么会是你呀、啊？哥哥们，要不我们先休息，没事，就在我和你之间，不用担心。应该如何去挣脱现实的框？生命必须有裂缝，阳光才能够照进来。台湾区是永恒的，打我们！耶、yeah. 这就是我的奖杯。应该给这个年轻人多一点机会吧。你捅我，这次也怕我捅你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不是，韩虎哥，哥哥是老爷们儿，老爷们儿就得直着要进来，给我挺着胸膛出点。谁在吵318酒店？谢谢你们曾抚慰我的不安。像灌篮湖畔说再见。